你没事吧，同学？我得要。我说你为什么你不好好上课？你跑到树下干什么呀？哎呦我的腰，我的腰！哎呦！南希，我的妈呀！你说你为什么？我真是一碰见你就没好事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放过我？对不起，数学课上我是捉弄了你，可是您不是天才吗？这种捉弄人的场面不是被你弄成了炫技舞台吗？我真的是求求你了，你以后能不能别跟着我？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井水不犯河。 怎么又是你啊，转校生？虽然你来帮我，但我不会感谢你。夏瑞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哎呦，不得了嘞！你居然开口说话了，怎么样？什么吩咐？你胸前的。 是你的吗？你夏奶奶一不偷还不抢，不是我的还是你的？那我能不能看一下？借我看一眼。什么？拜托。拜拜拜拜拜拜！ 听到了吗？星星宝宝在唱歌，我听到了，真好听。星星宝宝再也不害怕了，嗯，不害怕。南希，南希，喂，醒醒，南希，人工呼吸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救人一命，救人一命，没关系。 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 衣服湿了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，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你不经意。 这是哪儿来的美男子呀？天哪，他这是朝我走来了吗？每日每夜每一秒都是你温柔眼神。
天哪，这双纤纤玉手真是修长又美丽啊，朝我伸过来了。天哪，心跳的好快，它掀起了我的前门帘儿。前门帘儿，小林，你闭嘴！不可以！等，别看着我！拥抱过后，就当作承诺，一起走出。小铃铛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一则不应该是 YZ 吗？ XYZ， 这什么奇怪的脑回路啊！哎呀，不过叶老板有没有什么咖啡知识的书推荐一下呗？字儿少一点的那种。嘿，我的咖啡生活提案。不对，你和那个叫南希的男孩子真的不熟吗？他跟我说你们认识很久了。啊，怎么今天老有人提到他？烟火不死。嗯，什么鬼啊！真是的，今天怎么老有人跟我提起他？没什么，我觉得他很不错。你们或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。不太可能吧。在哪一阵？你连考试都要跟着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次考试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，一丁点的差错都不能出，所以我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，我一遇你就没有好事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给我出任何的差错好吗？你咋还坐下了呢？喂喂喂喂喂喂，跟你说话呢，哎哎哎，这是别人的座位，你不要坐了。学霸，你该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留我们这些小学生在这儿自生自灭不好吗？哥就是大哥，得，我认了，转校生。天罗姑娘啊，保佑我呀！天，那个，加油，没问题的。兰溪同学可以啊。平时默不作声的，关键时刻你还挺硬气嘛。嗯，南希同学，不舒服吗？别动。啊，不用南希。小蕊。啊。怎么样？没事。没事没事，还好。对不起。那个，还给你，再次感谢。子悠，小蕊，鞋带。哦，鞋带，鞋带，鞋带，一下，哎，来，子悠。
这万一再认错了，我岂不是太丢面子了？你说你跟帅气的夏瑞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是酷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就是跟他说个话。那么酷的女孩子，不可以这么紧张，是不是？南希同学啊，你下次出现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吱个声？你这样子每次搞得我很紧张哎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，我想问你件事情。我已经知道你是 X 了，你为什么要冒充易老板？你要从实招来，从实招来呢，我就会对你从轻发落。还有啊，我已经知道那个月考一二三四是你做的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帮我？很费解。还有，我可是听说了啊，你对别人有肢体上接触的障碍，我很纳闷哎，你又是给我系鞋带，又是袭胸的。原来你是靠这招把妹啊，装病把妹，好高级啊！我说怎么找不到了？你拿走，能不能跟我说一声？害得我找了半天，真的是！你下次能不能别这样？谢谢你为我做的月考中介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哈。嗯，好啦，我知道啦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南希同学，你怎么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蝉鸣是课桌上的睡意。真好听，你不爱说话，就像是这个小木头。我发正靠在墙壁。我爱说话，这是里面的小铃铛。以后我就叫你小木头，你就叫我小铃铛。金鱼宝宝都是我们的秘密，不可以跟别人说哦。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我今天缝了五针，大夫说可能会留疤，丢了我再做，不要打架。我不会弄丢的，你放心。丢了不要紧，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，不要打架，会留疤。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就来告诉我。老师的粉笔，我发站靠在墙壁，看着我偷笑是你眼睛。这铃声总特别好听，小木头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。我找到你了。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